俊成先生，你看一下。这是。你看一下。我不明白王总的意思，王总您就直接开门见山的说吧。俊成先生果然是个聪明人，那不妨我就开门见山的直说了。我们庆大集团现在正缺一位像俊成先生这样的人才，不知道俊成先生您是否感兴趣。我们公司现在缺一位艺术总监的职位，我认为俊成先生您再合适不过了。年薪百万，各种奖励及年终奖励并不算在其中。王总，多谢您的抬举，恐怕我还胜任不了这份工作。突然跟俊成先生说这件事有一些唐突，不过我可是真诚实意地邀请俊成先生您的加入。璀璨之夜上，我看俊成先生跟孟星小姐的关系好像不一般吧。男人追女人，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有钱，这样才可以满足他对物质方面的需求。俊成先生您如果和我们合作，我想不论是金钱、名利还是地位，你通通都会收入囊中。难道还怕孟星小姐不和您交往吗？王总，你真是个精明的女人啊。这么说你同意了？对不起王总，我自由习惯了，恐怕胜任不了这份工作。俊成先生，难道我的诚意还不够吗？王总，庆达集团的确是一个让人很眼红的地方，有机会再见。那天晚上我以为你是爱孟星的，可谁知道你只是在怨天尤人的嫉妒那条没用的寄生虫。凭什么他李大为玩世不恭却抱得美人归？难道你在懊恼自己没有那样一个总裁母亲吗？
大设计师，也不过如此啊。我爱梦欣。你爱梦欣是吗？我爱梦欣就如同你爱江之冰一样。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不了解梦欣，她不是一个爱慕钱财的女人，她永远都不是。好，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此次来的目的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。我的目的非常的直接，而你呢？你忍心自己看着心爱的女人嫁给一个废物吗？除非你自己也是个废物。你。梦欣，一会儿进去吃饭吧。啊，大为啊，吃饭？我可没你那么悠闲啊。别着急拒绝，我其实是有关养殖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你，你看你赏个脸吧。啊，这样啊，那行吧，那一会儿见。这趟大为哥怎么也得陪你喝杯好的吧？那个服务员，上一杯最好的咖啡。少跟我来这套，想干嘛说吧。还是你自己了解我。那个，哎，你姐干嘛呢？忙着呢，我跟你说了。知道。能不能带我一起陪她忙啊？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？求你了还不行吗？求求你，赶紧去。我还没喝咖啡呢。打包，打包带走，行吧？走走走走。哎，梦欣奶奶，起驾！臭不要脸！太臭！梦欣，姐，梦欣，人呢？他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天天跟他在一块儿，你能不知道吗？可能是看鸟去了吧。什么？看鸟去了？怎么，我们师弟这么多鸟，看看鸟稀奇啊？我说他真行啊，他宁愿去看鸟都不跟我约会啊。瞧你那小心眼的样儿。上回我姐去师弟配营养土的时候，看见一只大雁孵出了一窝小燕子，后来那只大雁飞走了，小燕饿得可可怜了，我姐就去喂养它们了。原来是献爱心去了。那也不对呀、啊，现在都已经三点了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
去看看吧。走，看看去。姐，梦星。姐，梦星。不是，你到底搞清楚那傅小燕的地方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，我都没怎么来过这边，这么大片林子呢，我一来这就迷路。那怎么办啊？打电话。打呀，报警。没信号啊！让你不要用山寨货。你水货吧你！梦星，姐，那怎么办呢？继续找吧。姐，听出来了。姐，哎，等会儿，你姐肯定是出事儿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办？冷静一点，咱们先去看看。走。比比我胆儿大，你让老三干吧。哎呦！自己来！你当我傻呢？你不傻，自己来，你不跑了吗？我哪敢呢，大哥！轻点吧，兄弟！哪他妈来的？不是你又就冲我来啊？你打女人算什么本事啊？哟，这你的女人吧，还他妈私奔呢？今儿什么日啊？真他妈热闹！我火拧了吧？妈的，把嘴给老子闭上，把他给我捆了，老子现在就送你这对鸳鸯上路。救命！别他妈叫！大哥，他之前是一个人，现在貌似来俩，咱不能给他动脉了吧？他妈了个巴子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都他妈埋了。老婆，老婆，别害怕啊，老公在这儿呢。如果这辈子我们不能在一起了，那下一辈子我还会娶你当老婆的。老婆，我爱你，阿弥陀佛保佑你。停，别害我了，老公。阿弥陀佛保佑。
老婆，不要求他这种人。你说他那样，他傻了吧唧样，他能放我们吗？你打，你打。老公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大哥呢？人家哪儿傻了？你看大哥慈眉善目的，一看就是好人。慈什么没事什么目啊，老婆，看人能看表面吗？就看他那样，他们怕他老大啊，明明不想杀咱们，不敢跟他老干抗衡，一点个性都没有。做贼做成你这样也够失败的了啊！大哥，我跟你说，我老公啊是全世界最棒的老公，我们俩是真爱，你就成全了我们吧。老婆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他这种人懂真爱吗？啊，你告诉我，你爱过人吗？你知道什么是真爱吗？你放了我们，你放了我们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真爱了。不是，我觉得大哥呀太不容易了。不就是想要几个钱吗？我跟你说，大哥，你想要钱啊，你把他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大名鼎鼎的秦海集团的太子爷。你知道他妈是谁吗？他妈是项羽童，就是那个陈百湖最有钱的那个女人。你呀，把他绑了，然后给他妈打电话，你想要多少钱，他妈肯定都给你。你放屁，孟晨，不是，你怎么是这种人呢？啊啊！亏我还这么爱你，不是。最毒妇人心的啊，我怎么以前没看出来你这样呢？大哥，不是你要多少钱你告诉我，我全给你了。这妞儿，你们刚刚不是说要活埋她吗？五马分尸再活埋我都不管她了，随你们怎么处理啊。李大为，你王八蛋，你才王八蛋呢，你畜生，你才畜生呢，你臭流氓，臭流氓的。行了、啊、没事吧？啊，别动，麻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帮我把他给我绑起来。好，快过来帮忙啊！我手动不了了。哎呦，你真行你！哎，对了，我说你够狠的啊！你刚刚怎么说的？让人绑架我，勒索我吗？怎么想得出来的你？你才狠呢！你还说让他们随便怎么处理我？行了，行，走，快点。啊！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那边啊。这边怎么了？你们是谁？我们是大师弟环保志愿者。这么晚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需要我们的帮助是吗？有人偷猎，我哥哥和妹妹还在林子里。快点，报警！报警！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干嘛呀？快站起来！被他们追上来怎么办？快快快！走不动了。走不动也得走啊！来来来，起来。我真的走不动了。你说，我姐应该已经逃出去了吧？你放心吧，你姐应该没事的。那你让我歇一会儿好不好？别歇了，你想被活埋啊你啊！来来来，快！哎，你怎么了？我走不动了。好吧。就歇一会儿啊！哎，对了，孟晨，你还别说，今天你为了救你姐，还真是挺勇敢的啊！那不是废话吗？那是我姐啊！那她又不是你亲姐，她不是亲姐，比亲姐姐还要亲。我就这一个姐姐，又没有别的亲人，从小到大都是我姐姐照顾我、保护我。在福利院的时候，别人欺负我，都是我姐姐挡在前头替我挨的。你说我姐姐不会有事吧？哎呦，你就放心吧，你相信我，你姐肯定没事儿啊。咱们差不多了，走啊，走啊！那我站不起来。不是你站不起来也得站起来，来来，别哭。啊，孟晨，你脸怎么这么烫啊？你发烧了？来来来，我背你，咱们必须得走。来，起来，哎，站稳点啊！我来背你。
来，上来，坚持住，我背你走啊。孟小姐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了，我一去找我妹妹。孟小姐，你受伤了，你得跟我们去医院。不，我答应过他们的，一定要回去找他们。孟小姐，你受伤了，必须要去医院检查。警察同志，在林子里面的那个是我妹妹，还有一个我很在乎的人。各部门请注意，各部门请注意，行动过程中一定要确保人质安全，一定要确保人质安全。翻一个手机。这是李大伟的手机。这是打斗之前遗落的，不是犯罪的证据，通知家属。是。不行，夏阿姨身体不好，她知道的话会受不了的。现在里面的人生死未卜，必须通知家属。我就是家属。你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。我说了，我就是家属。走，非常紧张，赶快开始。李大伟。嗯。你说我会不会就这样死了？别胡说八道了啊！你想死啊，小鬼都不会收你的。小鬼嫌你太闹腾。你说我现在死多可惜啊！我还没谈过恋爱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犯花痴呢？我不是花痴，我是说真的。我从小就没有家，我现在长大了。我想有自己的家，找全世界最好最好的男人。嗯，然后呢，我要跟他生一堆孩子，我一定会对我老公好，我更会对我的孩子好。嗯，你放心吧，你这些梦想啊，都会实现的。悠悠，怎么哭了？我要睡觉。记住了，千万不能睡，千万不能睡啊！哎，沐晨，我给你唱歌听吧。不行，我歌唱太难听了。我陪你聊天啊，我一直陪你聊啊。别睡，你就唱歌吧，你就唱你刚才唱的那个老婆老婆那个歌。好。嗯。老婆老婆我爱你，阿弥陀佛保佑你，愿你有一个好身体，健康又美丽。李大伟，我做你老婆吧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娶我，我做你老婆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做你老公啊，做你男朋友啊。沐晨，从今天开始你有男朋友了，我就是你男朋友。是老公。老公。老公，我爱你，阿弥陀佛保佑你。沐晨，我走不动了，咱歇会儿吧，啊，来，坐下。没事吧，沐晨？沐晨，没事吧？你感觉怎么样？冷啊？啊，等会儿啊。衣服干嘛？来，把衣服披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救命啊！我们在这儿呢。
动，别动啊！没事。来来来，放松放松放松啊！爹，别紧张，别紧张啊！我就没见过这么闹的病人。对不起啊。哎，爹，不有事儿的，你听我的。我说你这妹妹啊，上辈子是孙猴子变的吧？怎么这么闹腾啊？哎，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。你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放松，很快，很快。这次真应该好好谢谢你。谢我干嘛呀？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啊。是你救了大伙的命啊！要不是你，我们姐妹俩就死在那儿了。哎呦，咱俩能不能不这么客套啊？啊！哎，对了，早上啊，我妈还来看你了，你在休息，我就没叫你。是吗？她说，那三个犯罪分子啊都抓住了，你放心吧。真的？太好了。你以后能不能不这么拼命啊？还疼吗？不疼了。那个，对了，我可警告你啊，以后不许爽我的约了。你要是再当警察抓什么犯罪分子，我可真生气了啊。走啊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臭美了，赶紧去送货去吧，别再让客户打电话过来，显得我们多被动似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一天天的跟催命鬼似的，你再催我罢工了。好，我去，那我出门总得收拾一下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放心吧，姐。真磨叽。行了，顺便去看看郭侃侃啊。知道了。一天天的。深情，继续再深情一点，眼睛看前方。哎，对，因为你处在大草原上，啊。哎，我去趟俊成哥的工作室，刚才他打电话过来，说表演队的新服装设计出来，我过去看看。行，去吧，让你俊成哥哥呀，给你设计套嫁衣，早早把自己给嫁出去得了啊。去死吧你！那个开火车去，这个带劲，这才够咱草原味儿。兄弟姐妹们，拜！姐妹们，拜拜拜姐，拜拜。真是一野丫头，来来来，咱继续啊！好，好。喂，梦欣，在忙吗？啊，我正在给一批新进的波斯菊除虫呢，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问问你是不是很忙。我想如果你不忙的话，就出来喝点东西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下午挺忙的，刚接了几个酒店大堂的订单，可能确实有点忙不过来。那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要不然再约吧。小雨，你听我说。梦星，梦星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很担心你，你知道吗？担心我？你有什么好担心我的？我担心你这件事情这么做的话会很难收场，而且我心里也不好受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就先挂了吧。哎，别，等会儿，那个，啊，对了。八音盒，你把八音盒落在我车上了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很喜欢听里面的音乐，是吗？什么？八音盒？对，八音盒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如果不忙的话，我现在给你送过去。啊，好吧。好，好，待会儿见。哎，蒋总啊，你要出去啊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啊？
刚才董事长来电话，说让你陪他。你跟他说一下，我现在有事要出去，有什么事的话回头再说。哎，董事长，这个蒋总要出去，你看怎么办啊？跟踪？好啊，跟踪偷拍这是我的特长。王总您，哎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个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。臭旭伦，我让你掉链子，我让你掉链子！格力妹妹，格力妹妹，怎么回事啊？孟晨姐，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？我每次骑这破车，他总给我整出些花花样。这不，又断链条了。那咋整啊？还能咋整？送修理部呗。哎，我来给你拖。咋拖啊，姐？交给姐啊！我请你喝咖啡。嗨，别别别，我还要送花去呢。嗯，那这样，你呢先送花，待会儿等我电话。嗯，行吧，一会儿电话联系，不见不散啊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拜来了，八音盒呢？啊，在车上呢。啊，给我。上车再说吧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生死伴君游，我自泛舟白忽望层云卷舒，卷不尽心里的温柔。往昔似漫天钻石星落如镜，漫过双眸坠在心头。梦悠悠，情双眸情悠悠，
水天一色长相守，长相守，爱依旧，如何凌霄共春秋。虽双眸情悠悠，水天一色长相守。